听起来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。反正我先，分享一下我到底听到了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个新的耳机听起来，那个人的唱歌的声音怎么凸显还蛮多的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。那我待会再换回原本的，就这样交叉听一下。但我觉得它的有点像是低音变得比较饱满啊，人声变得比较多。就是比较大声，不是比较大声比较多，就一样的东西啊。就是人声可能中间的频段变得比较突出，然后高音跟低音感觉比较饱满，但高音感觉就比较弱了一些些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来交叉听一下，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？